差一点点，又差一点点，力量再大一点，啊，王教练不行，跑不进去。来，李宇航先来，李宇航先来。哎呦，差一个。我再拿一个球。啊，每人扔五个，看一下谁扔得进。哎呦，一个，不错啊，这感觉不错啊。呀，偏了两个，我三个，四个，差一点啊！现在扔正四个进了两个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差一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苹果，一个，两个，两个都是偏的啊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你都没中着这盆子，你这个手感差了远了。来，再来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啊，小苹果再来一次，这次要注意啊，不能太急啊。你看没有碰到盆子啊，啊，好，啊，终于挣一个，终于挣两个了，感觉来了，又偏了，来你来，啊，你再来扔两个。嗯，哇，第一次玩就玩了好几个了。哦，第一个、第二个感觉非常好，没有记住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玩一个躲闪的游戏，好不好？过去，来，过来。我们用手去接球。接球。啊，谁先开始？来。Apple 到后面去等，上来，上来，接球啊，动动，两个脚蹲下，你看脚移过去，移过来，移过去，哎呦，哎，差一点，哎呦，哎，动起来，哎，好，到小苹果，让开起来了，嗯。小苹果笑了。咦？嗯？嗯？嗯？就游戏。嗯？嗯？哦，终于接到一个。如果来这边，球就用这个手；球来这边就用这个手，碰到就可以。来碰，动起来，启动。用手去碰，移动太慢了。哎呦，碰到一个了，碰不到啊。好 ，Apple 来 ，Apple 可能碰得到 ，Apple 的步伐很好。你看，从这个测试当中就看到那个队员的步伐反应。你看，走，哟，哎呦。哟，哎，碰到就可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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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你看，妹，姐姐碰到了，你看，来，你碰一下我看，啊，你移动稍微慢一点，收下去，脚蹬啊蹬啊蹬啊蹬蹬，一直在蹬，对，蹬蹬。哎，好的，碰了一个，来，噔噔噔噔，噔，噔，好的，噔，好，我们现在再来一个，过来，
你把这个球吹到对面去，小苹果在对面，看见？谁掉了谁输？啊，谁掉了谁输，吹。来，跟上。好，你看你没吹过来，你输了，1-0。现在啊，在第二轮，要吹过去。哎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输了，你输了，1-1。哎呀，怎么评分了？下次我们每一次，你要这样子好不好玩？对吧，下次我们玩一下游戏我们再打球好不好，就玩玩游戏，对吧，今天我们三个游戏，对吧，还有一个游戏，来过来站在这里，来，对，接到给我，对，蹲下去啊，对，再来，好的，来接一道就给我啊，好，我们接五个球，你来，你不玩啊？来，上来，上来，动，脚要先动，脚底，好的，动，好的，走，好的，动，快点，快点，好的。再来，小苹果，再来，小苹果要难度高一点的，五个，我看你能够接到几个。再来，蹬住，好的，快点，蹬，好，不错啊，哎，你看小苹果活动范围那么大，你的活动范围那么小，来，你给我。大一点，动，启动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对，再过来，快，走，好的，啊，接到一个了啊，走，好，紧下球起来。哎，对住，这对住在抛啊，对住，不对啊。给你给点球。这样子跑不进去，太力量太大了。哦，再看准，太大了。你不急，哎，不急。来，你来。我们你拿别人的球拍也可以。拿那小苹果。来借一下小苹果的球拍。快点。一，二，看见目标。三，四，五，六，看到这种感觉非常好。七，那种感觉很好。来，你再来。你看你打了这么久了，打得比他好，我看你的手感怎么样。我见了一个地方。啊，对，看就没有这种感觉。哎，可以，力量大了，控制不好力量，力量太大了。好，眼睛看着前面，力量大了。没关系，来，再来，你来。你看他的球，每一个球都很有数，出手的时候。哎，对，我们以前到学校去选拔，我们就是
就是选这个手感。像这种的话基本上都是优，你看它的力量控制得很好。好的，方向感很好，没有偏的，其他的小孩都跑着跑去，方向感要，哎，这种方向感，这种力量要控制好，不急，太大力了。来，再来慢一点。好，每天晚上，小苹果，每天晚上在这里的时候扔这个球，跟这个力量控制、方向控制。哎呦，有了，找到一点了，有连续进三个了。好，来，你来。几个嘞？有进了，来，没进。没进，好的，哎，没有对上啊，眼睛对上去，好，哎，还可以，对。你力量大的话，它就乱跑了。这种要控制好力量，感觉你看，好不好？控制好力量，手放松。我就再来，跟上，抓住啊。我。嗯。对对对。比这个嘛，原来像，确实有点难。确实有点难。不过。啊。哎，对。